我等这一刻等了10000年，103名的萨满啊，萨满这种卡组可以打到103，见鬼了吧，盗贼吧，瓦不信，等着，按不死你。萨满唯一的优势对局可能是牧师，不是可能，这只有牧师了。萨满打贼还可以啊，这个不是萨满，这是盗贼。30的一定是一个贼，现在没有什么萨满会带30，真是在搞笑。有一种可能他是个进化萨，但是我不信的。控制萨，你知道为什么打不了吗？是因为30的控制萨，他最大问题是他活不下去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他活不了。就是30的控制萨，你也得前期挂机，然后三费过牌，然后慢慢来，然后当你前期挂机慢慢来的时候，你已经10几血了。有一种可能它是个进化萨，但是我不信的。哦，这是个萨满。哦，哎呦我的天，我前面说点啥啊，天哪，我惊呆了。但是你说我这人品，我这减费啊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自己万一还是自己的，终于进化了一个大的。我的耐心有限。无所谓，对面是个弟弟萨，我想把邪能弹幕给他，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给他。朋友，第二次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该滚的时候你一定要滚，知道吗？都带了点什么呀？石雕凿刀。不要笑，人家这么好的一套牌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笑点在什么地方，真的过分。原创的萨满值得你们这样子吗？笑什么？这是2-4、3-4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。打一个萨满，如果他有5费，2-5-4突袭，3-4也被白痴，2-4也被白痴，那不如多打点2，对不对？对面还有个硬币，慌不慌？谢谢争议你，争议雷送了一个爱的纸鹤，哎呀，
你说我里面能找到这个也不错的其实。那么我如果打一个鞋能弹幕，我想想看啊，但是也得打朋友，就这样吧。不出地标，防万一对面也有四三三。这个牌我有什么用吗？可以，这个七可以帮我完成这个的助能。大，石雕凿刀，进化了，进化了，大，我帮你喊。我帮你喊，我不是，就是我觉得进化萨是一套很好玩的套牌。你看，他把我场都解光了，我现在就感觉有点慌了，我可能不太好解了，我只能赌一手这个。对面还有吸血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这个场面是不是就已经很爆炸了？就是作为一个萨满玩家，我可能觉得我已经要玩不下去了，真的，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慌，就没有办法的。但是我还是一定要稳住。不能让你们感觉到我很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哇，天哪，我觉得我可能要没了，真的啊，不跟你开玩笑的，真的是要没了。啊啊，可以赚了。这里我要解他吗？如果我不解他呢？我感觉我可以解他。我也不想的，就是我觉得萨满好难，就是啊，我其实心在滴血，你们能感受到吗？很慌，坐立不安，寝食难安。对月砍我脸，这边很努力，一点都不开心。内心其实是难受的。看到前同行如此努力，只想赢一局的这种弟弟行为，对，这种电竞精神，让我感觉到，你懂吧？今天要前500。自信一点，前300。你有过牌吗？我没有，借你一下。因为他罗场打了这个一，让我感觉他手里面可能有圣物。
地滚！我这么讨厌大地吗？门门门，行吧。盗贼，马法里奥，我觉得他如果有那个血巨人，他一费会出，他很有可能没有。你有我认了，你有神抽我认了。他一费能用这个法术。今天咋回事儿？啊！我起手留了海星，对面是一个脏物。又没有门了，不是刚刚那个牌，只要你解不光，我觉得随便怎么样。对面还不是法反冰甲哦，只要你解不光，对面随便贴两个那个什么假发，你不都走了吗？你只回五血。找 AOE， 那里 AOE 也没有用，因为我探底的牌一个是门，一个是剑圣，是不是已经看过我探底的牌里面是什么了。没有门啊，我也没什么怕他脏的，可能你拿个过牌吧，他现在这么多过牌我也无所谓，我感觉他可能会拿我剑圣。拿了我这个，夏月河是七费，我还有一个机会，夏月河抽一个门，直接开门加五，抽不到我也没办法。也可以，对面这段时间倒没有追任务进度，卡了两回合。真的来个门。哦哟，这两个牌讲道理过得有点好。而且我能打三加四，夏月河不行就直接打了，不打可能他要换了。七和八，七有吃手手。
哦，我真的是要吐了，就等一回合不行吗？漂亮，我后面的牌还有什么？两个门，一个变身，十张牌里两个门。变身了，一个五五，一个六六。我等呀，他任务一旦做完了，我直接换掉去找433。这么紧张的时刻，你还要去为了他发一条弹幕？探底。他手里面应该是一个吃手手或者是一个巨型，他不愿意打吗？哼，我觉得我这里不能换，因为我换了怕被他吃。我现在靠铺场已经没有赢面了，我的赢面是换掉他577，然后直接洗进去，对吧？他发现了我的，那没办法了。我觉得他应该会换掉我的大地。啊？他看了些啥？你别做任务，要么你做完直接洗进去。没事，拿去。
他真的就没打算做任务吧？可以，没能翻的盘了。我等这一刻等了一万年，老子牌一抽，来！等这一刻等了一万年。